我才不需要你假惺惺的保护！皇儿之力正在耗尽，快用七星剑对付他！可拔出七星剑，您便会魂飞魄散。来不及了，快拔出七星剑！婉儿，爹知道。 你还不肯原谅爹，爹这一生先是辜负了你娘，后又愧对于你。本来我应该随你娘而去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走吗？因为爹可以看着你，可以守着你。 可以为你娘赎罪，不行！小心！李千阳，婉儿，吴王应该很快就会来的，让他拔出七星剑。 如果你死，我对你娘当年的努力就变得毫无意义，你娘的在天之灵也会不安的。 就凭这一把破剑，你觉得伤得了我吗？不可能。 你快去哪儿？
爹真的死了吗？我还没原谅他呢。婉儿姑娘，可能你爹听不到，但他一定会明白的。以前我不愿意有爹娘，现在我想有了，他们却不在了。婉儿姑娘，就算我们的爹娘都不在了，他们也会永远地守护着我们，希望我们平安喜乐地活下去。走吧，我带你们去见灵儿。灵儿她就锁在锁妖塔最底层的化妖池。南门王不必忧心，阿奴只是伤心过度，身体并无大碍。谢谢圣姑。这件事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害死了盖将军，都怪我有眼无珠，错用了奸人。南门王不必自责，唐玉虽然是拜月的人，但他对阿奴却是真心。希望如此吧。
这条甬道，就能到锁妖塔最底层。你们三人见面，一定有很多话要说。我要回剑冢了。那我们后会有期。谢谢婉儿姑娘相送，我们先去救灵儿。她也该物归原主了。我是半魔之躯，无法驾驭这把上古神剑。这剑封印多年，也需要一个配得上它的主人。可是，神剑认主，既然是你拔出了它，说明你们有缘分。我想，这也是我爹的心愿。如此，便多谢婉儿姑娘和江前辈了。救出灵儿，我们再来找你。我们走吧。还有一事，你们对灵儿她到底了解多少？婉儿姑娘为何这么问？灵儿，她与你们不同。不同。我爹和我娘他们真心相恋，但终因身份差异落得悲凉收场。如今你和灵儿又是如此。身份差异，婉儿姑娘多虑了。等你见到灵儿，自会明白我的意思。后会有期。等一下。蛇妖！我看到床上有只蛇妖，那蛇妖好像是赵姑娘。你们是不是有一人之处？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蜀山规矩，凡捉拿妖物，悉数关押在锁妖塔之内。婉儿，你刚刚话的意思，灵儿她是妖？一切都是真的。李逍遥，怎么了？婉儿姑娘又跟你说什么了？没什么。怎么你也吞吞吐吐的？没有啊。还说没有？算了。哎，李逍遥。婉儿姑娘想说什么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能有什么不明白？她不就是想说，就算我们救出灵儿，也难出锁妖塔。李逍遥，万一灵儿与你先前见到的不同，怎么办？灵儿能有何不同？李逍遥，如果灵儿是妖。林月如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是说如果。哪来那么多如果？灵儿怎么进的锁妖塔你不知道吗？没有灵儿，我们早已死在七星剑阵之下。别人污蔑她是妖也就罢了，灵儿当你是好朋友，你为何这般冤枉她？我没有。你听我说。你不要再说了。李逍遥，你冷静一点，有些事情是要置身事外才能看得清楚的。够了，李逍遥，你走吧。是我拖累你了，是灵儿拖累你了。
如果你也与我二姑娘一样觉得不方便的话，就走吧。我只是想说，如果万一……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他们进去了，你怎么不拦着他们？这怎么能拦得住啊？师兄，当年江师兄进去的时候，我们也是未曾拦住啊。哎，李逍遥，他是个可造之才，可惜看遍世间冷暖，诸事何曾拿起，又何谈放下。
是我，我不是灵儿。他们竟然把你变成这个样子！灵儿，你别急，我真去救你下来。不管你是什么样子，不论你是什么，你都是灵儿，你就是灵儿。无需想，你只需记住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要和你在一起。沙河哥哥，我们不能在一起，我会害了你的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我什么都不怕。相识，心里却像是
恋人久别重逢的感觉。因为喜欢一个人，每一次遇见都是久别重逢。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结发夫妻啊？这是我们中原的民间传统，夫妻成婚之时各取双方一缕头发，合作一结，亦为结发夫妻。那我们就是结发夫妻了。我们已经成亲了，少哥哥。灵儿，我全都想起来了，我全想起来了。你是我的妻子，我们已经成亲了。一直都知道我们已经成亲了，是不是？可否永远牵着你的手？灵儿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都是我的错。不是，灵儿，现在好了。你是我的妻子，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。娘，答应我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要一起面对。不，不。没事就好了。呆瓜小贼，我都听见了，跟灵儿成亲这么大的事儿你都能忘，你说你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呀？怪我，一切都怪我。
当然怪你了，这幸亏是灵儿，这要换作是……灵儿，我也要说说你。你抹去我跟李逍遥对你的记忆，我今还有一刻想要与他在一起。不过你要知道，他一直喜欢的都是你。就算没了对你的记忆，但他喜欢你的感觉还是不会变的。现在好了，既然你们已经成亲，有些话我也可以说了。我呢，喜欢呆瓜小贼。是喜欢过。野蛮丫头，你……我自幼出生在林家堡，所见之人不多。遇见李逍遥，少年意气相投，朝夕相处之下，难免一时动了心。之前我只知李逍遥主意于你，但未曾想过你们之间竟有如此波折的过往。这么相比下来，我这点轻忧算得了什么呢？灵儿，李逍遥，身为朋友，我不想对你们有所隐瞒。同样，身为朋友，我更希望看到你们相亲相爱，携手到老。我林女侠，拿得起放得下。今生有缘相见，能够并肩携手，一起闯荡江湖，已是幸事，再无他求。谢谢你，云如。所以，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。我们一起吃到了，玩到了。野蛮丫头，哎，不过我不会一直跟着你们的。在桃源村的时候，我跟灵儿说过，我还是更喜欢闯荡江湖，行侠仗义，锄强扶弱。不过我会经常回来看看你们的，在你们的小屋歇歇脚，给你们讲讲林女侠的事迹。等歇够了，我就继续上路，你们就羡慕去吧。好了，别哭了。好了，别哭了。真不知不觉我说了这么多。灵儿，我们该走了。好，走吧。妖犯！什么人？镇狱冥王！是你把灵儿关在这儿的。尔等闯堂，坏我结界，失踪妖犯，法理难容。镇狱冥王，你也不看看自己的嘴脸，到底谁才是妖？无知小儿，不识真神。就算是神，不分善恶也不配为神。即便是妖，一心向善，又与神何异？愚昧至极！此妖女妖力过人，如不铲除，必将雷祸人间。镇狱冥王，我不是妖，我乃女娲后裔。大胆狂徒，荒唐！道家是道，佛家礼佛，哪里又来的什么女娲后裔？
不过是南夷的邪门歪道罢了。枉你还自称为神，竟不知女娲。今日尔等如此执迷不悟，也让你们不得超生。Thank you.
李逍遥，李逍遥，李逍遥。李逍遥，我娘想见你，我带你去见她好不好？现在吗？我有点累了，下次再说吧。好吧，那我自己去了。是。